钻地弹，顾名思义就是可以钻破地层的一种炸弹。它不仅可以钻破地层，还能够对隐藏在洞穴或者工事中的敌军进行有效杀伤。当然，用钻地弹来对付楼层中的敌军效果很好。据悉，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就使用了不少的钻地弹，这对于那些伊拉克士兵来说是非常有震慑力的，因为空中陆地都不安全，而现在蹲到地下工事也不安全了。这迅速地瓦解了伊军士兵的士气，伊军出现了大规模的溃逃和投诚。在叙利亚战场上，俄罗斯也使用了这种威力颇大的钻的武器，并且也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战绩。尽管钻地弹在俄军航空炸弹中的比例不高，但到了啃不下的骨头时了，俄军就会使用这种武器，而一旦使用，效果立竿见影，因此不能因为其数量少而忽视其重要的作用。而俄军在使用钻地弹时，还非常巧妙地融合了温压弹的技术。实际上，温压弹也属于一种钻地弹，但没有钻地弹那么强调钻的性能。